2020爱的礼物，花束就做好了。Hello， 小红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姚琛。520就快要到了，今天我想给大家录制一个520爱的攻略教学指南。那么为什么想要录这个视频呢？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人明明很爱自己的伴侣、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朋友，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，这样往往就会错过一些幸福。所以我今天想要用自己的一些对爱的见解去和大家分享，一起学习一下如何利用生活中的点滴去表达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先从早餐开始。今天呢，先做一个三明治。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早餐？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我觉得能够自己静下来啊，做一顿美美的早餐，是一种很享受很幸福的一瞬间。这就是两个早餐。当当，好了好了，做好了，那我们先来浅吃一下。给你们先。好了好了，到我吃了，到我吃了。好吃耶。我的快递到了，来了，当当当当，就是它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挑战一个有意思的东西。哎，我发现啊，现在情人节大家除了送鲜花之外，还会送其他有意思的礼物，比如说草莓花束、棒棒糖花束，又实用又有心意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就要做一个龙角散花束。那么我最喜欢吃的呢，是黄颜色包装的蜂蜜柠檬味儿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就先开始做龙角散花束了。好，我们先把满天星捋好。对，然后把这个要先把它包起来。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呢？因为天气一直反复无常，我也一直在出差嘛，所以有时候嗓子会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会随身携带这个，很方便。所以我就突发奇想，可以把龙角散做成一束好看又实用的花束，作为520爱的礼物，贴心又有心意，而且它是无糖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吃了不会发胖。 OK， 现在我们的花束大概就做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下一步，就是把龙角散给放进去。第一个做好了，我们的龙角散花束就做好了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你也可以试一试，收到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份默默守护的心意。OK， 看到最近啊，有很多粉丝朋友在网上留言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最近呢没有办法陪伴在伴侣身边。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，我有一个解决办法，就是可以用手机录我们想说的话，或者是发视频给到他们。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在想我们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到视频或者音频，就会感受到温暖围绕在他们身边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呢，我要给我很久没有相见的粉丝朋友们录一段话。 Hello Cookies 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姚琛。不知道你们是在什么时间听到我的这个音频，可能是刚刚起床，或者是在上班上学的路上。不管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，都希望听到我声音的时候，它能够开启大家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也会好好工作，等待着和你们下一次见面。在这里提前祝大家520快乐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的推荐能够帮助到大家。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只要我们用心，他一定能够感受到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们能够送出自己爱的礼物。拜拜。